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大白又来给大家带来这次《告死天使之眼》。上次咱们这块是过去了，咱们这块过去了，而且咱们也看我视频的都知道，咱们已经知道这个猫是个伪娘，是个伪娘，是个男的。在那洁白之下，这是谜语吗？阿拉好像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，是没有用的线索吗？这怎么看都是有用的吧？徒手解不开，你不是猫吗？爪子呢？退化了吗？你不猫娘吗？哎，门打不开，难道要回去吗？回去吗？没有必要原路返回。恶臭的河下，恶心的味道，没有谜语啊！来，咱们来蹭墙，咱们来蹭墙。有没有什么隐藏小房间？应该没了吧？应该没有。那这块该怎么整？空空的箱子，洗面奶的一百种吃法。哇，原来洗面奶可以吃的，放屁！报纸已经看过了啊，这只是游戏啊。如果说我的粉丝里头或者看我视频的有小朋友啊，千万不要相信啊，洗面奶不可以吃的，洗面奶是有毒的，吃了会死的啊。放着药品，不知道。哎，这个我也要告诉你们啊，不知道的药品不要随便乱喝，很可能会做出事儿来。祝你好运哦，两位。那这线索又断了，那我又要展示好几个小时，好几个。哎，不对，我突然忘记了，我好像还有个物品。这边门又打不开，哟，这个门是可以开的。哦，试了会怎样？哦，我想起来了。随便回答问题的坏孩子会受到相同的惩罚。该死 ，check show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咱们上次是过来猜谎话来了，谁说的谎话？哇，好可爱的小熊，确实很可爱，但后面有什么关系？不要那么绝情嘛，兄弟。一个蛋糕和小熊都是，另外四个孩子中只有一个孩子是诚实的，没有偷吃。你是坏孩子，等会儿来吧。我们哪个是坏孩子？哦，只有一个是诚实的。啊，坏孩子偷吃了就死。这一个是诚实的好孩子，那我们是要找坏孩子喽？我两边都是没有吃的好孩子哟。黄熊不是红的，我觉得红的有问题。哎，死了。为什么要那么脑残呢？我为什么要那么脑残？我直接一个试不好吗？非得要来燃烧自己的脑细胞。话说现在这里虽然说有点晚，但还是要跟各位先说声抱歉啊，因为我们假期做
还真是黄熊，哎，还真的是黄熊。有存上点吗？我怕我死了呀！拿走，好。塑料袋，拿剪刀剪那个塑料袋，我知道了。但是因为慌啊，对啊，我们慌，所以我们要存个档。然后这个档应该可以换掉。我要道歉的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今天录的时间特别晚。咸菜，腐臭味多半是尸体。好，好恶心的味道。那你脸红什么？一股动物尸体。夹杂什么东西？香薰的钥匙，当叮当叮，生锈的钥匙，开某个门的吧，这个吧。完全吻合，有个人哦，我们先走，先存档，因为一会儿肯定会有蜘蛛弹，我看到那个人了。小姐姐你好啊，话说我到现在都不是，话说我现在有人，请救我，咪，我就知道，哎，要崩塌，在头顶巨大石块砸下来的那一刻，我仿佛停止了记忆。凝固在了这绝望的瞬间，死了。哦，这是剧情。啊，我又想起来了，想起那时候的事，是因为现在绝望的遭遇。是说这只猫的前身吗？啊，疼！噔，好温暖的感觉。哇，这个例会可以啊，是，哎，有嘎达，阿空你没事，刚才你受到石块的冲击晕过去了，不过现在没事，真是有嘎达，那嘴了，我们明明才认识这么短的时间，哎，这种感觉，怎么突然，到底为什么要保护我？我根本不是谁的重要之人，我只是想保护，即使这样也不行吗？想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来着，明明本来应该好好感谢林来的福，失态了呢。没事了吗，阿空？没事了哦。嗯，阿空没事就好。阿空是谁？哎，阿空气瞬间焦灼起来。哎，我也空气像起外号了，感觉这空气什么的，我就太没存在感了，所以我就擅自改名了。嗯，挺可爱的名字，虽然感觉不太适合。呀呀呀，七杠，并不是不喜欢，只是感觉有点奇怪，毕竟我不是谁的重要之人，那就做我的重要之人吧。你可真随便啊，喵。因为作业繁多的问题，所以呢，我录视频变得特别晚，所以先在这里抱歉。这就是我一直想要说的，但问题是，啊，节奏太紧凑了，没有办法。没想到只有这一个房子部分崩塌了，看来外面没有事，真是太好了。灯灭了，灯灭了，那还玩个卵子？有人，有蜘蛛站，我往回走。门被反锁了。奇怪，里面连个人影子
你确定吗？而且刚才那个鬼影其实一点都不可怕，我看到了吴克一样。嗯？哎，有个玩具熊死了，混蛋，叛徒，胆小鬼。蓝熊被剪破，并且身上有着这些文字。我猜的是黄熊啊，为什么蓝熊会被整死呢？啊？混蛋，叛徒，胆小鬼。啊，对，上一期，啊，我们把四个熊都试的时候，是那个蓝熊说黄熊吃的，于是这些家伙就联合起来把他杀了，跟那个伊布的那个哪儿，伊布的那个恐怖美术馆一样。哎呀呀，这怎么震出这么大个裂缝？怎么办？钻呐！当然要了，看见没？探险什么的，一定很有意思。哦呀，不要这么鲁莽，说不定会有更危险的东西。也不能止步不前呢。对啊，奇迹一定会出血呀！呸！既然走到这一步，那就勇往直前呢。走吧，一个走。哎，我觉得得时刻提防着点，因为接下来随时都有可能是追逐战。因为我刚才看，你们刚才看到了吧？有个吴克闪图啊，想吓我，结果没把我吓住。难道不是吗？也许吧。虽然我可能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可靠的兄弟。还记得你从前吗？哦，看起来很平淡的环境，那有存档点那就没有事了。有存档点多半是有蜘蛛站的，有一些笔记。读玩偶和行者，从前有两个好朋友，他们分别是玩偶和行者。为什么秦者读着让我特别想说秦酒？哎呀，柯南片场那苦逼的秦酒啊！秦者是孤独的，他是一个优秀的秦者，但却没有人欣赏他。秦者虽然孤独，但他坚强。他选择做一名独方自享的秦者，我就直接说秦酒好，太绕口了。而玩偶曾经有一个温暖的家，玩偶是一个内心脆弱但且十分善良的孩子。直到有一天，玩偶被狠心的抛弃了，从此失去关心，放弃自我。他选择被弃置一旁的可怜玩偶。那么你认为这对好朋友中谁象征的希望呢？这样一来，这俩孩子岂不都很可怜？原来我也是选哦，被抛弃的玩偶。我刚才看见了，钻呢？你不是猫吗？你怎么不钻了？卡 bug 了？卡 bug 了吧？我靠！不要啊！不要这么对待我呀！只是个孩子呀，这就不让过关了，就卡 bug 了。我感觉回去就肯定遇到吴克，然后来一场华丽的决战。哇，为什么打不开了？那个洞要怎么整啊？耍猴呢？把我这回卡 bug 了，怎么办呢？卡 bug 了，这猫钻不过猫洞了。难道你是要像燕子那样事吗？这是狗洞，不是城门，只有防狗国才能进狗国的城门。你是猫啊！天哪，看起来很普通，但令人毛骨悚然。怎么办呢？卡关了，怎么办了？要修了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，
意打开的，我还以为这箱子是个摆设。在这儿吧，反正存也存。死掉的是塑料吗？塑料纸，来吧，开。小镜子，小镜子，不能在这里用。这就是拿小镜子来照大镜子了，对准大镜子。那么被吸看会怎样？随便了没有？哼，武当派，啊！刚才那张脸为什么让我想到？可恶，是心魔吗？细小的声音，刚才咱们听的声音貌似一点都不细小。而且刚才照镜子那一瞬间，我为什么想笑呢？他那张脸，比起我们班同学那死亡凝视，这简直算轻的，太轻。这种级别想吓我，哎呦我的妈，我都不知道该从哪儿吐槽，我的天。话说这要是让那个中国 boy 来玩的话，那岂不是要突然被吓了？这什么？哎，软泥怪，那神呀跑掉了。哎，阿空，我们去追他吧。阿空，啊，有事的时候，我去追那个陈阳或者。可以的时候，哎，阿空那里头，他肯定是看了刚才那个图啊。然后还有就是照那面镜子，他反映出来他自己内心的那个心魔，他。刚才他自己也说了，对吧？那史莱姆呢？史莱姆酱，你在哪里？出来！啊，找到了，那次给打了。别跑！他是要把我们领到那扇房间去吗？就是那个这个房间。果然。啊，小家伙，别跑！又跑！哎。我们有那么可怕吗？阿空，我们继续追他吧，怎么样？我感觉这猫娘要黑化呀。不，阿空，怎么了？对，ごめんなさい的小，我还是不太想相信你。哎，感谢你的热情，但是我还是很害怕呀。阿空，不能一起走了吗？嗯，对不起，ごめんなさい。我还是不能相信你啊，阿空。虽然我不知道到底做了什么让你怀疑的事，但看来还是我太自以为是了，阿空。自以为是到以为你承认了我这个伙伴，要好好活下去了。嗯。这是要玩白蛋的吗？ごめんなさい的笑。我还是害怕着，毕竟我可是黑猫。老徐，给我出来，快点！轩轩，给我死出来！我大弟的死还没找你算账呢。哦，这个例会可以啊。不算恭维，只能说真的话可以。哎呀，这气氛也特别悲伤。信任建立在无数次的怀疑和推翻怀疑的基础上，但往往对自己忠心的人却经常被怀疑，而作为背叛的人总能伪装成一副受害者的样子，与忠心耿耿的模样，因为他们通常都被认为信任是不需要付出就可以被给予。虽然这种伪装逃不过一世。哦，你身边的那个人被怀疑了吗？赶走他会不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呢？嘿嘿，毕竟你也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是对的吧？这本书也在指责我吗？小火柴盒，不想去拿。犬妖，哎呀，
终于啊，嘻嘻嘻，嗯，是谁呀？打来的，不要鬼鬼祟祟的呀，出来呀！别害怕哟，我只是不过是你的心魔而已哟。你在想什么呢？啊，我很清楚，我的思想，莫非我……你根本就不认为分开行动是可以找到更有方向感吧？啊？你只不过是不敢前进，所以催眠找个理由分开行动的骗子和胆小鬼呢？呀，不要再说了，我只不过……声音消失了，门打开的声音，走。哎，走反了！哎呀，哇，这么多镜子！嗯，好多镜子，总感觉有种害怕的感觉。先把同伴找回来，再前进。憔悴的自己，憔悴的自己。憔悴的自己，肯定有扇镜子里头是不一样的，肯定有扇镜子里头是心魔，这应该是这个作者的套路。难道这作者是跟老徐？难道是得到了老徐的真传吗？别告诉我第一扇镜子。那这镜子就没啥了吧？毕竟我把所有的镜子都看一遍了。要先把同伴找回来才行，也就是说我们要回去找到空气还有咱们亲爱的主角。嗯，啊，那是那四个玩具，我想回来回来。那就是进那扇门喽。剧情啊，这是咱们那猫咪叫女鬼得跑。为什么会倒在这里？难道真的是因为我自私出事吗？醒醒啊！有没有事啊？都是我不好啊！没事吗？啊，咱们主角已经掉线多长时间了？咱们主角终于上线了，谎言升级了呢，胆小鬼。说现在是两个人喽，先存了个档吧。为啥总是两个人？既然牛批，那光大佬应该自己一个人，这样才能尽显自己帅的品质。是吧？这里有很多镜子呢，虽然照来照去让人害怕。哦，追逐战二十分。搞什么鬼？什么鬼？不是这个。哦，是。哇，猜对了，太好了，有点爽，回到了最初的原点，竟然又回来了，怎么办？
这样下去的话，受够了，我也支持不下去了。不能动。嗯？我刚刚说什么？什么也没有啊啊！你听错了啊。那个，既然回到这里了啊，那我们先去确认一下空气降的位置吧。我要狠心丢在壁炉里，可是我呀，果然我是世界上最差的建筑人了。我感觉犬妖和猫将是两条不同的故事线的。空气，你在吗？空气，都是我的错呀！为什么我要自私到不顾别人安危就自己走掉啊？是钻壁炉的声音。哎，你们是？啊，没想到阿空之后还能遇到其他人。哇，分头发！那分头发的怪物来追我们啦！你不是什么奇，我不是什么奇怪的家伙呀。好像是我认错了啊，都不狗没拉塞。这位小姐你好，我叫犬妖啊，旁边这位是寒石，嗯，很高兴认识你们啊，就像认识阿空那时候一样。等会儿，阿空，是一只很可爱的小猫哟，猫，空气，哎，难道你们也认识阿空？是的，那就太好了，我们一起去把阿空找回来吧。等会儿，我现在思绪好了，你也认识阿空？为什么？而且还说要把他找回来，空降咋的了？呀，这个嘛，阿空和我也只是碰巧遇到，然后阿空说什么不相信我，然后就一个人走了。不过你们也认识阿空就好了，看在你们的面子上，阿空一定会回来的。啊，好，至少知道这家伙没有事儿，那我也安心。钻喽！对了，这位小姐，我该怎么称呼呢？哦，妈，就叫我玲来好了。顺带一说，这个壁炉竟然可以容得下一个人呢，我就是这么钻过来的。等会儿。这壁炉不是只有空气像那种体验可以钻过去吗？哎，明明一个人也可以啊。妈，不应该啊，空气像钻过石头我看得很清楚啊，壁炉口就只有空气像身躯一个人那么大呀，你当我瞎呀？这个壁炉口明明你都可以钻过去吗？那现在岂不是很奇怪吗？哎，不从壁炉那过去了吗？阿空可是在壁炉那边好不容易回到这里，我想试试更多关于这里的情报在里头，很抱歉，但我们也不会丢下空气。那么待会儿就去找喽。变成了三人副本是吧？更多的讯息能离开这里吗？门被反锁了。回呀！确定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啊？是怕我怂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怂。我是谁？白哥，怂屁！啊！这啥呀？克苏鲁吗？玩呢？无法打开。那就只有关于这儿的了。这没啥呀，曾救过自己一命的纸箱，完美，绿的可怕的植物。等会儿，这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？A 室图书馆钥匙，是钥匙呢。果然走之前应该好好调查一下。图书馆。图书馆在哪儿啊？不能回去，回去会被那个单眼怪杀掉。不能在这里用，难道是这里吗？不能在这里用，那你告诉我在哪儿？这里还有什么可以丢藏吗？哦，那个花盆，对，现在能调查就只有那个花盆。抽出来。哎，这是什么？不用在意了，这个密码我已经用到过了。这个盆子还有没有什么东西？4989，
A 层图书馆的钥匙，关键是现在鸡儿都没有找。破烂不堪的娃娃，这娃娃模样好可怕啊！呜啊啊啊！摸起来还黏糊糊的。那现在应该线索都齐了吧？可以进去了吧？可现在可以过去了，目前也找不到什么东西，过去吧。韩石也这么想吧？对的，我也想推进剧情啊。嗯，看来没有问题。这么着阿空之后会怎么样？他会没事的。嗯，我也这么想，因为咱们玩的时候他也没事嘛。出发吧，一个造。先过来存个档。咱们记得那圈空气向走的是这扇门啊，信任巴拉巴拉巴拉，肯定还得再触发一次剧情。不想去哪？好吧，这里哇，不知道现在过去会不会晚阿空，应该跟得上的了，不用担心这么多。这怎么和我来的不一样啊？我已经看，我已经不想再看到镜了，噩梦，呵呵。用钥匙似乎可以打开。哦哦。哇，好华丽的图书馆，注意安全，又说不定隐藏着什么。哎，犬要不要吓唬人了？那么这期就先到这里啊。喜欢我的观众朋友呢，别忘了点赞、投硬币、关注、收藏啊！你们的这些东西对于我大白来说是最好的鼓励和帮助。那么我是大白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